原标题李渊的最后岁月，父子间相处的小心翼翼。有句话叫醉卧美人膝，情长天下全。男人的追求无非钱权或者女人而已。玄武门之变后的李渊全是没了。李世民和他的关系用四个字可以形容，小心翼翼。玄武门之变后，李渊就提出自己不爱在皇宫里居住，要去弘义宫住，把弘义宫改成了太安宫。他提出的理由是弘义宫有山林胜景，雅号之弘义宫是哪儿呢？就是原来的秦王府，这里没有啥山林胜景，甚至还有点破败。李渊住了几年后，大臣马周向李世民上奏说太上皇住的地方太破旧了，李世民这才给老爹修了修房子。臣福建大安宫在宫城之西，其墙与宫阙之制方之子集尚为碑小。臣府以东宫皇太子之宅尤处城中，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。虽太上皇由心道素，志存兴简，陛下重委辞职，爱惜人力，而凡以朝见及四方官厅有不足焉。臣愿迎住之。爹，修起门楼，物从高显，以称万方之望，则大孝招呼天下矣。当年为了扶植太子李建成，李渊剪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，把他孤立起来，让李世民做困秦王府。如今李世民得势，李渊主动提出来要去弘义宫居住，这也是向李世民释放了一种信号：我从今以后不再过问朝政，我只想有个地方养老就行。对老爹的懂事行为，李世民默许了。李渊搬到弘义宫后，在历史上就失声了。《旧唐书》中，李渊自从搬到弘义宫后就没了消息，再次出现在史书上已经是八年后的贞观八年了。这八年他干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干，在弘义宫里闭门谢客，就干一件事，生孩子。李渊本是个风流倜傥的人，性子豁达，喜欢玩。资治通鉴中记载他每年都要去打猎，上猎于华山，上校猎于富平，上校猎于华池，上校猎于华阴，上校猎城南，太子秦齐王皆从。上校猎于之南山，校猎于甘谷，上校猎于明独泉。但是玄武门之变后，他却把自己关在原来的秦王府中，再不出门，停止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兴趣爱好，大约只有生孩子这件事可做了吧。耽于声色，这大约也是一种姿态，表示我只喜欢和女孩玩，别的爱好没了。反正年轻少爱的女子李世民会源源不断的供给他的，反正生孩子后的抚养费、教育费、结婚的房子车子都归李世民出。展开全文。太安宫位于长安城外，地址偏远，是长安的郊区，类似于北京大兴。位置偏远和建筑物老旧，规模甚至不如李渊孙子李承乾的府邸。李渊这位大唐帝国名义上最尊贵的人住得如此寒酸，但是他却安之若素。为啥呢？他只想活下来，安心养老。要想达成这个愿望，那就只有消除李世民的戒心。李渊在太安宫居住，类似于被软禁，或者自愿被软禁。虽然他退位了，但是他太上皇这个身份还有巨大的能量，如果他像以前一样到处走打猎游玩接见群臣，会有人自然聚拢在太上皇身边，天长日久会形成一股势力。这股势力一旦形成，就会有自己的诉求，一旦势力形成，就会威胁李世民的地位。这股势力一旦形成，大约不是李渊所能够约束的，而且很可能李渊会被他们裹挟。李世民对这种事情也很警惕，很在意。李世民每年春天都要去九成宫避暑，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妃子们去避暑，但是从来没带自己的老爹李渊去避过暑。大约他也怕有人借助李渊的名声
形成对抗他的势力。一直到贞观八年，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才缓和下来，不再互相提防。这年春天，李渊任请了西突厥使者，宴席上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轮流给李渊敬酒，一派父慈子孝的和谐场面。这年夏天，李世民第一次邀请李渊和他一起去九成宫避暑，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，上皇以隋文帝忠于彼恶之。李渊为啥不去呢？他病了。大约李世民也知道李渊病了，命不久矣，不再构成威胁，所以这一年对他的监管不再那么严格。这年秋天，李渊中风了，李世民孝心爆棚，鉴于老爹不愿意去九成宫避暑，下旨给老爹营建一座避暑的地方——大明宫。大名鼎鼎的大明宫，李渊一天也没住过，因为宫殿没有建好，李渊就死了。冬十月，迎大明宫，以为上皇清暑之所，未成而上皇寝疾，不果居。玄武门之变后的几年，是李渊的晚年。最后的岁月里，他的生活未必逍遥，但是他很想得开，安心居住在太安宫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要生孩子，这算是一种隐忍吧。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，他看到儿子李世民把天下治理的海晏和清，连蛮夷外族都纷纷来长安朝见，尊李世民为天可汗，大唐江山有了汉末以来未有之盛。他第一次打心里认可了李世民，他笑着向儿子举起了杯。文薛白袍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